您知道荷花、莲花要如何分辨吗？其实荷花就是莲花，而莲花呢，也就是荷花。五月份起，全台各地荷花陆续绽放，在新店车子路旁也有一片荷花池。虽然花期已经进入了尾声，还是吸引了许多摄影爱好者前往拍照。拿着相机不断按下快门，吸引多位摄影爱好者造访的是位在新店区车子路121-1号路口旁的这一片荷花池。在目前花况已经进入尾声，加上这一波梅雨封面雨势摧残，不过一朵朵粉红娇艳的花朵依旧吸引不少民众前来欣赏。同时这里也是丰富的生态池，不时有蝴蝶蜻蜓穿梭花朵荷叶间飞舞休憩。此外，在入口处还有一座古朴风味的凉亭，可以供民众休息赏荷。凉亭映衬荷花景致，别有一番风味。而月份正是荷花绽放的季节，全台各地荷花陆续盛开。不过，常有民众搞不清楚荷花与莲花究竟要如何分别。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小知识，其实荷花就是莲花，但与睡莲不同。虽然荷花与睡莲同属睡莲科，但荷花的叶片是挺立出水面，叶面为碗弓形状，而睡莲的叶片是圆形，平躺浮贴在水面上。另外，荷花有莲蓬，睡莲没有莲蓬。所以有机会大家去欣赏荷花睡莲时，千万不要再傻傻搞不清楚咯。记者陈平、张门奇，新店采访报道。